来到小新的轮滑教室。今天我们在坚实的露营区。生活吧，总是要给自己一点调味，在忙碌的工作之余，来点不一样的变化，也能激发我们更多轮舞的创意以及思考力哦。那我们今天呢，要带给大家的是轮滑舞蹈基础的舞步教学。我们会用几个简单的脚步以及简单的手势动作，让大家也可以享受轮滑舞蹈的乐趣。那我们就一起在这个美丽的山景下一起来跳舞吧。这一次呢，我们会分成三个阶段，初中进阶的舞步跟步伐来做教学。那在开始教学之前呢，希望大家先练习一下我们跳舞的律动性。我们等一下会用蹲跟起做一个简单的律动。那等一下呢，我们就先做数拍跟脚步的律动。你可以这样子做：一、起、二、起。可以这样去做练习。三，我让膝盖微蹲，膝盖要放松。起，四，起，五，六，七，八。在这里呢，放松身体，让自己的身体有一个律动性。三，四，五，六，七，八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六，七，八。这样你在所有后面五步动作呢，加一些这种律动性，你的舞步会看起来会更好看哦。那我们首先先做初阶的舞步教学。那等一下我会先做脚步的动作，那我们再做手部的动作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大部分都是以左右侧向的舞步去做进行，不会有太复杂的动作，同学们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做哦。那我们等一下做的时候，我们记得要先把脚抬高。第一个初阶舞步，我们是用左胯跟右胯步。那我们可以先做跨步，一、二，收回来，抬脚，三，打开，四，收回，五、六，记得加律动，蹲跟起，蹲跟起，这是脚步的部分。再我们加手，手可以做各种你想到的动作。那我们这边呢，先用拍手，一的时候呢，开手开脚，二的时候呢，合手合脚，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这就是初阶的舞步教学，可以应用在你各个歌曲有律动性的歌曲跟你的表演上面哦。第二步，中阶的舞蹈练习，我们要用跨步了。所以大家可以先练习一下你脚步的跨脚的动作，跨脚的动作，去做一个交叉脚，上次教过的交叉脚。这边呢会有一点点像 breaking 里面的脚步，所以一样我们要做律动性哦，做减收减收减收。有个细节部分是这个脚是有一点往下拉，但不要让它滑动，有一点往下拉下来的感觉。好，可以微微的做蹲起，微微的蹲起，但不要去前后的移动太多。这是我们的中阶舞步的脚步教学。第一个，我们把它加上手，手呢一样可以做任何的动作。那我们简单的做开跟收。开跟打叉叉，我们一样剪的时候我们做开出去，收回来的时候我们做打叉，就有点像 breaking 里面的动作。第二步我们要直接剪回去，做开跟收，开跟收，开收，这是我们中阶舞步的教学，你学会了吗？最后呢，第三个比较进阶一点点的舞步，
这你可以运用在更多方面咯，因为我是觉得这个螃蟹步还蛮好看的，所以你可以把你的脚想象成是一个 V 型跟一个倒 V 去做交换，那它会有一个撑支点，然后替换螃蟹步。大家看一下我的脚这边，我们练习我们的脚步，我们先踩一个正 V 字。那我如果我们要往另一边移动的话呢，我们就先把我们的脚尖跟脚跟给定住，然后让两个脚跟脚尖同时替换，变成倒 V 字形。这时候呢，我们要定住的点是右脚尖跟左脚的脚跟，定住之后垫起来，微微的换，然后重复脚跟脚尖，右脚脚尖，左脚脚跟，右脚脚跟，左脚脚尖。当你要换边的时候呢，就直接往另一侧定住，定住。那接下来我们加上螃蟹步的手部动作，我们等一下会运用左边、右边、左边、右边去配合螃蟹步的舞步。那我们呢，在左边的时候呢，我们用倒 V 字形，左边这个用倒 V， 然后换边，左边、右边、左边、右边，回去的时候呢，一样换你的手部，一倒 V， 正 V， 倒 V， 正 V， 这就是我们螃蟹步进阶舞步的手部加脚步的教学啦，有没有很简单呢？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轮滑舞步基础教学啦。今天的舞步呢，比较多是踩踏跟抬脚变化的一些脚步，比较没有那么多的滑行的部分，所以对刚接触轮滑舞蹈的朋友们是特别的友善哦。那这三个舞步呢，可以放在任何节奏感比较强烈的音乐上面哦，你可以自己去做变化。那它的节拍可能会有些比较快，有些比较慢，那你都可以去调整这个速度。但你只要跟在拍子上跳起来的感觉都是会一样的哦。它很简单，但是它跳起来效果却非常的强，非常的好看，可以运用在很多个人、团体，或是你各种表演成果发表上面都是没有问题的哦。最后呢，要问大家简单的几个问题，你最喜欢这三个舞步哪一个舞步呢？第二个问题，你有没有参加过轮滑舞蹈的表演或是直排轮的演出呢？留言在下方让我知道哦。那最后我们记得，我们要一直 dance。